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AB， 是敖乙。我们今天来打网球，敖乙今天是我的老师。第一次打 tennis， 他教了我很多的技巧，手应该可能明天会开始酸痛吧，不过现在没有什么感觉，那我继续上课了。Thank you。 你要帮我们
介绍一下吗？这个是什么 ？English OK。先讲英文好了。啊、这是什么 ？A good stingray today. And this is oyster omelets. Very good. OK， 这就是蚝煎。蚝煎。然后这个是鲳鱼。鲳鱼。那你喝什么 ？Tiger 没有了。Honey lemon。Honey lemon。出发出发。对吧？那我们开动吧。开动。是吧？哎、啊，我没有吃过哎、欸。是啊，好吃。原地食物。你在 Google 以前，你知道它长那样子吗？那个。你知道它长的是那个样吗？很赖。是啊，就是一部分。你懂它的样子？对。你懂啊？你有跟他讲辣度吗？都没有等等。等等 ，like this。然后这样还好。你要玩吗？不介意吗？不介意，不介意。那边人在看我们吗？看。不管了、啊。我是 YouTube， 不管你事。我是还好，我是怕你啊，因为你好像很帅。很好吃的，它是 how to say 一丝一丝的，一条一条的。English， 我也讲一次，我也讲，就是它是很多线的感觉，线的感觉，一丝一丝的，细细的感觉，哦，细细的，然后 standard 辣就蛮辣的。对对，你吃过蚵仔煎吗？对。你现在真的很害羞，我现在都假装没有他的存在。我那个他存在啊。来，蛋跟那个 oyster 全部都炒在一起 ，but it's like omelet 这样。要不要好吃吗？不一样，比较好吃。五个羊，然后猪鸡各一半这样。他说羊肉一定要点五个。我的沙爹来了。戴手帕。Is this a nice satay? Compared to, 还、oh, 不错。那我们就认真吃。哇，你这样子很帅呢，全身滴汗。多久啊？这个拍吗？这是 video。没有了，我回去再把那个 screenshot 那个开场好了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Abby， 我是阿伟。OK， 我们今天来打网球 tennis。阿伟今天是我的老师，他教了我超多，很厉害哦，第一次打，然后我就不错，厉害。我觉得他的话真的是，他每次都讲这种鼓励人的话。来，走吧。好，继续。
那我们继续。